陆福大神系列推出双语播报，究竟哪个语言更有趣呢？马上开始。第一个登场的主角延续上一集豪杰大神爱笑的肚脐，这一次2251万，又打得更高了，马上再一个超级豪杰拳，2100万，本场比赛结束。接下来惊鸿文女这一下也有600万的伤害，豪杰拳2200万，哇，挡了下来，或是一个反击，这一下踢到文女身上，文女倒了。这个时候凤凰男这一击超级绝技打了2次，687万，非常高额的伤害，马上阿修罗这一击。同样的作品不同人演绎，总是有不一样的感觉，包括天神国同样拍这部影片，他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？狂人也会准时收看他的节目。最近豪杰是不是真的已经被淘汰了呢？这一只大家梦寐以求的怪人族角色还能不能使用呢？我们看到爱笑的肚脐解决了，马上也到下一场比赛，这一次肚脐对上粉色小胖，粉色小胖应该就指的是大兄弟了。不过这一发来得好突然，三只已经不见了。文女这一个600万，我们看到5个打3个，爱笑的肚脐是不是遭遇到麻烦了呢？这一发一个反击，哇，漂亮！阿修罗把560万的伤害成功扛住了，接下来一个吸血，格罗伊巴斯倒了吗？当然倒了，马上满血。第二回合豪杰拳，三只也给他打了600多万，马上一个追击，文女倒了，进行收尾吗？阿修罗，哇，真是太精彩。就在这个时候，狂人每部作品从制作、录影以及播放，包括收音、特效等等，每部都很认真做。我不怕你酸民来，我怕你酸民不来，继续打下去。等一下，狂人，问题是你没什么酸民啊，你在说什么话？没有错，我只是在预告你们这些酸民，我不可能会怕你。好，一个好笑的事情发生了。哎，狂人你怎么在这拿着麦克风要干嘛？当然是准备精彩的最强豪杰对战，马上要开始了。这一次谁会是冠军呢？響け、クロスすれば
모양새 흘러스쳐